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唱他这一首歌，这首歌我听已经唱过一遍，但是我听一定要再唱。是这张专辑，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再唱一次，《黑小女孩》，好吗？好。你们应该一定会唱的吧？这副歌这么简单，《黑小女孩》，谁告诉我你不会的吧？这有点夸张，好。没问题，待会儿又说一下。其实你们不会猜会怎样吧？这首歌《黑小女孩》，然后做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表演。其实我，今天下雨，我其实有点担心。我白天从新竹过来，说新竹的雨更大，但是那好像都没有影响到大家今天来看表演的感觉。等一下结束之后，我要去吃台中很好吃的东西。然后我，因为我怕到时候吃东西的时候，大家都跑过来跟着我一起抢着吃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再告诉你们那是什么好吃的。有可能对不对？那家那么好吃，有可能。对，这是我这个朋友介绍给我去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对，台中人哦，在好，好，那这首歌非常好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。
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因为我很骄傲的，对对对。